你看他眼底发黑，嘴唇干裂，面无血色，你这是明显的气虚之状啊，要是不治你就完了呀。真的那么严重啊？啊，特别严重。能治吗？可以治。要钱吗？当然要，不要钱不要钱，全部免费。那我呢？帮我也看看吧。哦，你这个，你张嘴。伸舌头。哇，我从医几十年第一次见到这么严重的舌头。你这可是要办后事的前兆啊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这个包在我身上，一副药的事儿全给你治好。那我吃什么药啊？我哎，快来快来，吴大夫免费给大家治病了。真的吗？保管你快点。这么严重啊？别急，哎，大家都能看，大家都能看。哎，千羽，千羽，等等我，看完我就回来了。吴大夫，吴大夫，你就不知道了吧，月神呢是跟月老一样掌管姻缘的，只不过知道他的人不多。月神呢在他诞辰这一天会把祝福放在福袋里，在这一天受到祝福的情侣都会得到幸福哦。那这福袋里都有什么呀？请。手镯，千年砗磲，金蝉子，七彩玛瑙，帝王耳坠，总共16件呢，只卖2两，才卖2两，就卖2两，这不是原来要100两的吗？就卖2两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买。别急啊，这个看过了就不能买了。对，你们得买个新的吧，先买后看才有惊喜嘛，对不对？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啊。哎，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，哎，我要一个。哎，更多好玩的呀，在里面呢，里面请啊，里面请。哎，里面的更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别急，大家往里走啊，往里面走。哎，来来，里面走，往里请啊。谢，往里走，往里走了，里面还有更多好玩的好看的。这么多，来，这给您。生意可以啊。是啊，你看这会儿就来这么多人，这还真不错。